谢和弦不鸟老爸劝退选，当县长要让南投脱贫。谢和弦，左图，想靠选举打脸政府，爱妻，又图幼，是他最好的精神支柱。翻涉谢和弦脸书，谢和弦去年底在脸书 po 文表示有意参选南投县埔里镇长，吸引超过万人点赞。日前他也以政治环境比音乐险恶，白痴都知道，但一定要改变，宣誓将投入选战。今一早他又在脸书透露，我想做的不只是埔里镇长，我的目标是南投县长，誓言要让南投县脱贫。出生南投县埔里镇的流行音乐创作歌手谢和弦一向敢言，今一早他在脸书对想要他退选的人呛声，牵你猫的杯，请我爸劝退也没用，台湾政府太废了，年轻人已厌恶党派斗争，老百姓也赚不到钱养生，还好选举是唯一可以合法打政府脸的管道，一起善用它吧。他说自己想做的不只是埔里镇长，更是以南投县长当目标，我想要让南投县脱贫，让居民活得更有自信。他也做好准备，相信一路上我会遇到很多高手贵人相挺，也会遇到很多黑特质交攻击，都来吧，反正最苦最糟的日子都走过了，最好最爱的老婆家人朋友都拥有了，有能力可以帮到别人，为什么不帮呢？坚定理念获网友暗赞，还有人说都想搬去住埔里了。黄余山综合报道。